说你看啥事情啊，那你们打架去了，2011年5月28日深夜，云南省沅江县的李江镇纳整村的村民们听到白家孩子失踪的消息后，无论是青壮年还是妇女，大家都纷纷走出家门，加入到了搜寻孩子的队伍中。说找小娃，小娃打死掉了。没得几家，这些娃娃跟我几娃娃是经常在一起玩，形影不离。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要寻找的竟然是一名7岁的小女孩。失踪的女孩名叫小雪，在当地的一所小学读1年级。平日里，小雪如果出门玩耍或者去找同学，都会和家里人打声招呼。但这一次，他却悄无声息地失踪了。村民们走遍了山林、田间以及村里的各个角落。就是全部山上，还是附近啊？山上不是一般的，在山上底下都找了，全部找遍了，找遍也找不到。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小雪的身影。情急之下，婆婆急忙给当天早上刚刚去通海县看病的儿子儿媳妇打去了电话。我老婆婆就打电话了，说是我姑娘不见了。我说不可能。原来小雪的父母是沅江县李江镇纳整村的农民，由于常年在田间劳作，小雪的父亲白某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为了治病，2011年5月28日早晨，夫妻俩通过朋友介绍，前往通海县寻医问药。那个时候我姑娘还睡在床上，她还跟我说：“妈妈再见。”我也跟她说：“姑娘再见。”临行前，夫妻俩把小雪托付给了与自己一起生活的婆婆封某看管。当天傍晚7点左右，奶奶跟孙女小雪吃完晚饭后就独自散步去了，小雪独自一人在家写作业。然而大约8点半，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当奶奶回到家中时，这才发现孙女小雪已经不在家里了。奶奶找遍了能够想到的地方，但始终都没有孙女小雪的音讯。随后奶奶方某便向村委会请求帮助。我们孙女真的不见了，老婆子们，人家爸爸妈妈就可能就打死掉了，我咋个哄那个嘛，我不会这样去了，老婆子们。这个小孩子很听话的，我们说什么他就听什么。我跟你讲，确实是听话。我没有想过，我只是想的是跟隔壁的朋友玩去了，可能是到晚上9点多玩了，可能是睡着掉了。一听电话那边说自己的宝贝女儿不见了，心急如焚的白某和妻子立即打车连夜赶回了沅江。你才刚回来到家2点多。29号凌晨2点多，急匆匆赶回家里的小雪的父亲就立即提着手电筒加入到了寻找女儿的队伍中。就是拿电筒啊，头在那到处啊，茉莉花地啊，香蕉地啊，找到处的找不着。搜寻小雪的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早上。此时小雪失踪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小时，大家几乎跑遍了村里村外的各个角落，但仍然不见小雪的身影。无奈之下，白家只好向沅江县公安局报了警，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才是找回孩子的唯一希望。然后这个报警咱们暂时无法确定，
他是不是刑事案件，是不是涉及更深层的，需要咱们去深挖细查的一些工作，先作为一个群众求助事件来进行。然而当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案件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这并不是一起普普通通的失踪案。5月29日，也就是小雪失踪后的第二天，警方和村民们仍然抱着最后的希望，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地毯式的搜索着小雪的踪迹。与此同时，负责走访调查工作的一组民警首先来到了小雪的家里，了解有关事发前后的情况。对可能涉及的重点情况和重点人员逐一进行排除，来确定这个小孩失踪这个事件可能最终是什么性质。在询问中，民警从小雪的父母口中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下午7:20，我姑娘还给我打电话，她说妈妈你哪天回来，她说我想你，我也跟我的姑娘说妈妈也想你，妈妈过2-3天就回来。然而当时白某夫妇俩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次通话竟然成了女儿留在他们记忆中最后的声音。白某夫妇俩离家还不到一天的时间，女儿就打来了想妈妈的电话，这立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第一，她和自己的母亲通话时间很短；第二呢，她在通话内容里面那个语气表现得很可怜的样子，妈妈我很想你，这两点就背后的使咱们专案组的侦查员对这个信息引起了关注。会不会小雪因为什么原因被人囚禁，或者在什么地方遭遇到什么事情呢？据了解，白某家中并没有座机电话，那么当时小雪又是用谁的手机跟母亲通话的呢？这一次通话以后小雪就是失踪了，这一个手机的主人可能是最后一次见过小雪的人。按照小雪母亲张某的手机电话记录，警方很快找到了这个手机的主人，小雪的表姐阿英。因为每天都会来嘛，没有事都会来找她玩的。据小雪的表姐阿英回忆，当天小雪就是借用她的手机给母亲打的电话，而打电话的地方就在小雪的家里。打完电话以后，因为家里面很闷热，所以就先出来了，我她还在里面。如果小雪的表姐和奶奶向警方所表述的时间正确的话，那么从时间上可以推断，小雪就是在当天晚上7:20到8:30之间失踪的。也就是说，小雪的父母获知的和自己的女儿小雪最后在一起的人是小雪的表姐，这一个人就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在怀疑我。就在这时，另一组民警在村子里进行走访调查过程中也获得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有人在事发前曾经看见过小雪在离家不远的一块空地上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耍。就是说中间已经有人可以证实小雪当时是自由的，还存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走失。小雪的再一次出现消除了警方最初对小雪表姐阿英的怀疑，那么由此看来，小雪应该是在这块空场上玩耍过程中或者之后出了事。于是小雪失踪当晚曾经出现在这里的村民便成为了民警走访调查的重点对象。然而通过当时在这块空地上乘凉的几位村民回忆，事发当天将近19:30的时候，他们的确看到过小雪跟几个小朋友在这块空地上玩耍，但随后小雪又去了哪里，他们就不得而知了。线索到了这里突然中断，
小雪又一次走出了人们的视线，这让民警们感到小雪失踪的背后并不那么简单。小雪失踪可能会遭遇四种情况：第一，意外；第二，可能遭遇绑架；第三，可能是被拐卖了；第四，可能遭遇到不测遇害。时间已经到了29日的夜晚，在野外继续搜寻小雪的人们仍然没有任何进展。但是负责走访调查的民警却了解到了一个可疑的情况。据了解，小雪失踪当天19:30左右，也就是天快黑的时候，有两个陌生男子开着一辆白色的微型面包车到村里卖冰棒。找你买冰棒了吗？那我有转回来，家中俺的说不在了。然而，值得人们怀疑的是，他们只卖了十几分钟，就匆匆的驾车离开了村子。更为蹊跷的是，当这辆面包车离开村子之后，小雪就突然失踪了。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小孩不见了，这辆车也不见了，所以我们也分析认为，是不是被人绑架了？这一奇怪现象立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在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平日里会有人到村子里来卖冰棒，但他们都是骑着三轮车来的，而恰巧这一天来的却是村民们从未见过的一辆微型面包车。我们从这去捡过过时候，冰棒就是从那来别人买过，啊，这样子突然是拆上的那不买，就是按你合作签那个买过后。民警从当时跟小雪一起玩耍的几个同伴那里了解到，小雪跟他们当时也到过那辆面包车前买过冰棒。那村民议论，会不会就说小孩受这两个男子的诱惑，以冰棍售卖或者提供什么食品的名义，把小孩就是把小雪诱骗上车拐走了。但是看似绑架，事发后却又没有表现出绑架案的任何特征，都没有人打电话给家属，就是说你的小女孩某某某在我们手上啊，你要用怎么怎么方式来把她赎回，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反馈。那么小雪究竟去了哪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只有找到那辆神秘的面包车，才有可能揭开小雪失踪的谜底。根据村民们提供的线索，30日下午，经过针对县城各个销售冰棒的店铺进行摸底走访之后，民警最终在沅江县城一家不起眼的冰棒营业点找到了这辆微型面包车和当天卖冰棒的那两名男子。面对警方的询问，两名男子承认，5月28日傍晚，他俩的确到过那整村卖过冰棒。由于购买冰棒的人太少，只卖出7-8只冰棒，眼看天快黑了，两人便开车返回了店铺。技术人员对这个车子进行了详细的现场勘验，对车辆的所有物品以及那些痕迹进行了提取，但是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有可疑的痕迹。因此警方断定小雪从未上过这辆面包车，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不具有拐卖或者绑架小雪的可能性。既然小雪的失踪与事发期间到过村子里卖冰棒的这辆面包车无关，那么在此之后小雪又去了哪里？大家都还看到他买了冰棒就往村子里面走，走了头就没见了，但是也没当回事，可能就回家。小雪就这样再一次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小雪的失踪已经过去了3天，仍然杳无音讯。
我们都找了这西边的找不着，我们找三天三夜也找不着我们。此时让警方最为担忧的是，小雪会不会面临生命危险呢？专案组在开展一系列工作以后，排除了就是说意外、绑架、拐卖这三种可能，被排除以后只有一种遇害的可能。然而就在警方进行新一轮挨家挨户的走访摸底时，民警从一位外出几天后回家了的村民那里得到了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这让警方又一次看到了希望。据这位村民回忆，事发当天傍晚19:40左右，他隐隐约约看到身穿红裙子的小雪朝村子的公共厕所方向跑去。如果这位村民反映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最后一个看到小雪的人。但是小雪随后又去了哪里，该村民并没有注意。从小雪给母亲打电话，紧接着他在村口的那块空地上和同伴们玩耍，后来他们又去购买了冰棒，到最终有村民看到小雪独自一人向村东头的公共厕所方向跑去。小雪始终在人们的视线中忽隐忽现，但却又无从查找。那么此时此刻小雪究竟身在何处呢？小雪的身影再一次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这让大家为小雪的安危更加担心了起来。小雪极有可能是在去厕所的过程中遭遇了不测。根据这一推断，警方立即组织民警和村民们再一次沿着厕所方向仔细地搜寻着小雪的踪迹。结果在离厕所300多米处，民警发现了埋藏在山脚下一条水沟石缝里小雪的尸体。这什么样子我都无法形容，多恨人，天多大，这些眼睛真是天天的，我永远都忘不了。小雪毫无征兆的被人杀害，着实让白家人难以置信，他们怎么也不能接受女儿死亡的事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我哥俩会这样，我真是想不到，我真的是想不到我哥俩。厕所外的这条山路正是通往藏匿小雪尸体位置的必经之路。警方分析认为，7-8点钟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小雪不可能孤身一人沿着厕所旁的这条山路往茂密的树林中走去，凶手很有可能是在这里与小雪碰面，然后带领小雪从这里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吧，他平常都很听话的，不会跟陌生人走的，我一时想不通他会到什么地方去了。白家人都是很朴实的农民，与他人既没有什么冤仇，也没有任何经济纠葛，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对白家的女儿小雪下此毒手呢？在5月28日小雪的父母外出看病，紧接着小雪就出事了。如果不是巧合，那么这个人应该非常了解白家的生活，并且就在白家人的身边。而当小雪独自上厕所时，凶手就出现了，同时还能让小雪顺从地跟着他走。由此看来，凶手和小雪不仅认识，而且很熟悉。就是说小雪她所生活的这个家庭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家庭矛盾纠纷，并可能由此会引发一些恶性的事件发生。至此警方综合分析认为，这应该是一起典型的谋杀案，
凶手和死者小雪的父母或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利益上的关系，或者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警方决定从小雪的家庭成员寻找突破口。然而当带着种种疑问的民警再次走进小雪的家中时，却有了重大发现。在这起谋杀案中，凶手杀人的动机决定了警方案件侦破的方向。经过对整个案情分析研判之后，警方决定从小雪的家庭成员寻找案件侦破的突破口，以此揭开小雪死亡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如果一个矛盾纠纷发展到一定角度、一定地步，不能得到有效的调和，必然它会引起一些事情的巨变。通过对白家的调查，民警发现，在小雪遇害当晚，小雪的嫂子卢某并不在家里。直到晚上8:30多，大家准备外出寻找小雪的时候，她才匆忙地回到家中。在询问当中，小雪的嫂子卢某，她矢口否认当天自己有外出的行为，说自己一直在家里面带小孩，根本就没出去过，因为小孩很小，5个月。肯定他那两口子搞鬼了，他们那可那里多可么行，那可那里那里反核，那可那里杀死掉那个，我就那个怀疑了嘛。而就在这时，一直在村子里进行走访调查的民警也及时的反馈回来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村民反映曾经看到过小雪的嫂嫂卢某在小雪失踪的前后时间内向村里的公厕方向出去过。而随后这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村民提供了一个细节，足以证明卢某不仅在案发期间外出过，而且还跟小雪在一起。据这个村民反映，曾经在案发当晚7点到8点这个时段看到过小雪的嫂子卢某向村里公厕走去，而小雪呢时隔不久也向同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向公厕方向走去。这个情况和小雪的嫂嫂卢某自称的当天没有外出过，只是在家带小孩这个说法就自相矛盾。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据这位村民说，当小雪走到厕所门口时，他的嫂子卢某正好从厕所出来，随后卢某便领着小雪向厕所后面山里的芒果树林方向走去。但是过了一会儿，这个村民只看到小雪的嫂子卢某从公厕方向回到自己家中，却没有看到小雪从公厕方向走回来。8:30，你进来嘛？他进来嘛就，他进来嘛就，那个苦坐都洗渣渣呢，这样的苦坐，那个苦坐洗渣渣呢，两边洗渣渣呢，没他呢，那个手门进去进来，手都洗渣渣呢，手门他扎冰冰呢。当时小雪的嫂嫂卢某自己讲，她到地里面放水了，所以弄脏了，不小心摔到地上就沾了这些泥，回来以后。他说完这句话，就把自己的衣裤换了，清洗了，悬挂起来。卢某的这一反常行为立刻引起了警方的关注，因为民警在前期调查中了解到，卢某平时从来没有去田间干活的习惯，况且他还正在哺乳自己5个月大的儿子。他谎称到地里面干活，这跟他的平常的习惯是不相符的。随着整个调查工作的深入，更多的疑点集中到了小雪的嫂子卢某身上。卢某完全具备作案的时间，于是警方认为卢某在小雪被害的案件中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在审讯室内面对民警的询问，卢某显得诚惶诚恐，并且语无伦次。嫌疑人在侦查前连珠炮的追问直线下就
连连点头。他先是流泪嘛，流泪以后他就开始讲了。经过几个小时的心理较量，面对无法自圆其说的事实，卢某终于开口道出了其诱骗杀害小雪的犯罪事实。实际这一个案件咱们侦查员侦办下来，破案以后给我们的不是破案的喜悦，而是更多的沉重，是一种心理上的沉重。那么年仅21岁又初为人母的卢某，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以至于残忍地杀害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小姑子呢？我们感情很好，他每天都是回来我都叫他走的月。平常他对我姑娘还是好的，他会妹妹还是会叫我，就我姑娘还是会叫他大嫂大嫂。原来小雪是白某第二任妻子张某所生，白某前妻所生的儿子小荣也和父亲白某生活在一起。2010年，小荣和卢某成家后，很快就生下个儿子。从此以后，白家四代同堂，全家8口人都住在这栋仅有100平方米的房子里。白家人都是淳朴的农民，种着几亩茉莉花地。虽然白某与妻子两个人每天都辛勤劳作，但是日子过得仍然不富裕。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没有维持多久。2011年3月份，白某考虑自己的女儿小雪已经长大，需要通过分家来缓解生活的压力。就在我怀孕3个月之后，后妈就一心想分家给我。于是后妈张某提出，要求让儿子小荣和妻子卢某两人分家出去单过，并答应给他们3万元作为补偿。给我们3万块钱，给我们自己出去干。然后嘛，我们说不要。可是我也征求他的意见，我跟他说，你要钱还是要房子？你出去干了，这些钱全部给你。都说不要，我要在这个老房子。小孩子比较小，就是白某的儿子，就是生了一个小孩子还不满周岁，这分家是在他们当地看来就很不吉利的这样子，所以说就是坚持不分家。但小荣的妻子卢某并不答应，觉得财产分配不均。他们认为后妈的户口不在本地，本应该属于他们的财产也不能分给后妈所生的小雪。他关键不同意，就是说姑娘不能争财产，不给姑娘，他要。小夫妻产生了一种想法，可能就是说，因为咱们的父母，咱们的父亲另找了个后母，重新生育了小孩，准备把家里面的资产让这个小孩继承，要把我们赶出这个家门了，就产生了小雪是来争夺这个家庭财产这种观念。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小两口多次和家人发生争吵。小雪这个家庭虽然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利益纷争，但是毕竟小雪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比较天真的一个小孩，她可能成为她哥哥嫂嫂的一个施暴对象吗？他可能成为一个家庭利益纷争的遇害者、牺牲品吗？随着卢某与长辈之间怨气的日积月累，双方的矛盾也越积越深，最终爆发在了无辜的小雪身上。他心里面就产生了想把小雪除掉，以利益他以后的生存，以利益他以后小孩对财产的继承。2011年5月28日。也就是案发当天19:40左右，看见嫂子正朝厕所方向走去，小雪便离开同伴，独自去追赶自己的嫂子卢某。我拿了纸上厕所给我们，他以为我要去接梦，我们是真的要去嘛，他就跟在我的后面。随后卢某就领着小雪沿着厕所旁边的这条通往芒果林的小路走去。我们家没有芒果啊，没有采。那天他就是骗我姑娘去捡芒果。在途中，
卢某已经酝酿好了报复后妈的计划，随即便残忍地杀害了小雪。在三天死掉都不想走，他敢的呀。但是真的是太冲动了，我是想真正不想离婚的，我见不得他为你傻冒傻，我没有想到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的报复我。我每天是真的是痛苦在他自己了，这个是他可能是三岁的时候嫁的。妹妹你怎么这样，作为嫌疑人，他将背负一生的心理的重负。法律带给他的会是严惩，但更多的是他心里应当背负的沉重的负担。钱财乃身外之物，而卢某却为了给自己五个月大的儿子争得一份家产，用残忍的手段剥夺了同样是孩子的小雪的生命。天真无邪的小雪就这样成为了家庭矛盾的牺牲品。只差几天就要到立儿童节了，我们学校准备给他颁发奖状的，他因为他评到了好儿童。天真可爱的小雪还没有来得及体味人生的快乐，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人世。如今处于哺乳期内的卢某根据法律规定被取保候审，但一年之后等待他的仍然是法律的制裁。